君子师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文仙芷珊，你们俩没事吧？我和小伙伴们都没事，可是君子师姐她……君子什么了？君子师姐，君子师姐，君子师姐被他杀了。你可不要乱说啊！我们师妹六个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会杀君子呢？那个王先生他是假的，他是日本人。你瞎说！我没胡说，前面我杀了你！呀！快跑！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！师妹，你就不想听我解释吗？师妹，我跟日本人干，是暂时的，也是缓兵之计。现在山寨完了，我做这一切也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就去当汉奸是吗？为了我好就去杀害我爹、杀害亮子、杀害蒋坚是吗？你为什么不把我也杀了呢？师妹，你不能冤枉我，师父也不是我杀的。哎，师妹，放开我！你别离开我！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杀了那么多师兄弟，我杀了你，即便他们再天真。师妹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不明白呢？你少做梦了！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，二师兄，大小姐眼里只有大师兄。你懂啥你？等你回来啊，爹，亲自给你做媒。师父，你这次为什么不带大师兄下山？他守寨子，我放心。咱们走着瞧。你，人，退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师父不想跪下，日本人早晚会灭了我们全部山寨。要不是我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我畜生！你告诉我，我爹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我告诉你，也是我杀的，亮子也是，全部是我杀的。老爷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喜欢你这把时间啊！你个畜生！你个贱货，滚开！放开我！小妹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